诶，麦块在玩什么啊？就找树，找树，找树，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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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树，做一个工作台，木棍、木镐、木斧，挖石头，挖石头，挖石头。我们现在做一个熔炉，用木炭之后，我们就能做游戏当中最重要的火把喽。你买熊草龟哦，你买熊草龟哦，耶，铁矿，我需要更强的装备，加囊。啊！怎么都动了？不要！这个有一所大房子，有很大的落地窗户。哇！我们来种小麦。乌贼！哎，啊！分裂，这要是可以飞了。行嘞，这就是附魔台，会有什么能力嘞？火星治愈药水，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耶！最后目标中介龙，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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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美丽世界弓箭。